我是三文天的。两个门都可以走。奥特松的。两个门都可以走。templo。左右两个门都可以进来。这一间呢是一个清官宅，就是古时候在这个县衙内做过的县官，就刚才前面那个，这县衙内最大的县官全部的名字刻在这里，这就是在我们这里做过官的县官老爷啊。从唐朝，也就是1200多年前开始，所有在这个县衙做过官的县官老爷的名字啊。好，在这个衙里。对，这个县衙里面。就是这里面的这些人都是在这里工作的。我已经挑最简单的话来讲。最大的领导人就是县官，这些都是从唐朝，就是1200年以前，在这个地方，从1200年之前到现在，到那个清朝结束吧。清朝结束，在这里做过官的领导，就是他们都在这里做官的。这是元朝，元朝，这是明朝，明朝朱元璋那个时候明朝的，后面对面呢也是明清两朝，一共是5个朝代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这5个朝代在这里做过官的，就是前面那个大领导。这个是他们的评价，这个人怎么样？在这里非常好的。对，这是他的生平简介。叫什么名字？来自哪里？清官是吧？对，是清官。这是好的领导人。好的领导人，对，都是清官。好的领导人。Está explicando de los artistas o escultores que han estado acá. 网络长。De diferentes dinastías, ¿eh?然后我们可以到里面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可以往里面走啊。这条道路是在2002年的时候，考古学家现场挖掘的时候发现的。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县衙是2002年以后重新修的。这个呢是考古现场，就是它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道路，由它证明了我们这个县衙有1200年的历史啊，因为这条道路存在于1200年前。现代人呢是造不出这样的道路的，现代人比较节约材料，我们看到的石板都是平铺的，像这个一样都是平着铺起来的。但是唐朝的时候，他修这个道路的时候呢，这个道路它是用竖的铺，竖的铺比较费材料，但它比较牢固，比较结实，所以它能保存1000多年。Dice que este es como un camino que tiene más de 1000 años de historia, que, en el cual siempre echan dinero para tener suerte.县官做的那件是审刑事案件的，就是类似于杀人放火抢劫这种刑法的那种案件。这件原来是审民事的。这就是Bueno, ya hemos terminado esta parte, así que se acabará el video.